向佐·郭碧婷在本月21日正式在意大利举行婚礼。向太透露，两人因为工作太忙的原因，暂时没有领证，之后还会在台湾、香港再办婚宴，并欢迎大家都来参加。照理说，举行完婚礼应该是要去度蜜月了，不过向佐·郭碧婷并没有停留在意大利玩耍，而是火速回到了国内。9月23日就有网友在重庆偶遇新婚后的两人，在重庆某商场偶遇两人甜蜜搂腰同行，更有博主晒出两人疑似在重庆参加婚恋节目录制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